它是棉裤，对的，对，所以可以穿到身，放心。那件真的很舒服，我觉得也是穿到哺乳，然后带小孩都很适合穿的一件透气的棉裤。扣子在旁边，然后是长这样。然后你看你要拉到多少都可以，然后再扣起来。所以其实你不管肚子有多大都可以穿。所以你现在就是可以调紧，然后也可以放松。对，我现在调到我的宽度之后，它就是还是有很大的松紧。所以产后也可以把它调紧，就是可以继续穿哦。对，那就是很舒服的棉裤。所以如果妈咪有要去上什么孕妇瑜伽的话，其实穿这个也蛮适合。就很透气，然后它不是薄的棉哦，它是这种，它不是厚的棉，一点点而已。对，所以是蛮透气的。然后左右有口袋，然后后面也有口袋，后面有口袋，腰围可调，有黑色、三个颜色、灰色跟深蓝色。